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迎太王，爱卿。到底你是皇帝，还是我是皇帝啊？不会是皇上要杀魏王吧？放肆！你可知此言何罪？邺城附近突有出军，你可觉察？皇上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杀了他！为什么不把这个权力交给我？能走到今天，就是从来不相信任何人。